顺畅，好菌不可以少。益生菌还不够，需要这个好拍档帮忙。消化道顺畅，百病不来。然而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饮食不正常，容易造成细菌从生态失衡，产生各种不适的情况。因此适当补充好菌，对维持健康有好处。其中像是益生菌就是良好的后援部队，但是只有益生菌还不够，聪明搭配能帮助益生菌生长的营养素益菌生更是关键。只有益生菌还不够，益菌生能供给益生菌营养。一般的市售益生菌多数都是强调专利菌的多寡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要让益生菌发挥好菌妙用，益菌生则扮演住关键角色。提到维持消化道健康，光补充益生菌还不够。要让益生菌好好存活，更要需要益菌生负责供给营养与能量给益生菌。但什么是益菌生呢？其实益菌生主要来自一些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营养素，如膳食纤维、木寡糖与难消化糊精、啤酒酵母等。适量补充能帮助益生菌的生长，抑制坏菌数量，维持良好的消化道机能。好的益生菌产品怎么选？三大要诀报你知。想要改变细菌从生态，使排便顺畅，益生菌、益菌生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好拍档，缺一不可。但是，市面上宣称能维持消化道机能的产品琳琅满目，应该如何谨慎选择呢？以下三大指标教你聪明选择。指标一，选择使用本土专利菌株品牌。益生菌产品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的大量激增，无论大小厂接触益生菌产品，但其实益生菌是否有专利及本土来源的益生菌是第一要点。有专利代表菌株经过临床实验证实有效，如选择本土来源的菌株，更是最适合台湾人体质的益生菌。举例来说，优活原力所推出的 iOil 米粒清益生菌黄金奇异果配方，选择的三大专利益生菌菌株包括 LP28 植物乳杆菌、LDL114 乳酸乳杆菌、LA27 瑞士乳杆菌外，皆来自台湾益生菌发酵大厂，并且经过实验确认成效才能够申请到专利。
指标二，挑选多样化的益生菌菌种及益菌生。消化道拥有非常多样化的菌种及菌数，因此在补充益生菌产品时，建议挑选多样化的益生菌菌种及多种的益菌生。例如 Arnoldo 米粒清益生菌黄金奇异果配方，除了内含有三大专利益生菌菌株，此外还有17种优良菌株、八大酵素以及三种益菌生，包括 Fibrosol 二难消化性麦芽糊精、木寡糖以及奇异果粉。其中 Leafoff 专利黄金奇异果粉原料使用纽西兰知名大厂奇异果，拥有六项机能性专利。使用冻前技术磨粉制成，能保留奇异果果肉中的维生素 C、E 等健康元素，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，能帮助改变人体细菌丛生态。此外，添加深海矿物质铁、镁、钙等80种天然微量元素，也有助促进身体新陈代谢，调节生理机能。指标三，是否通过多项安全检验认证。是否选择值得信赖工厂生产的益生菌产品也相当重要，工厂需拥有国际品质认证，例如 ISO 22000 HACCP 等，且成品第三方的安全检验认证不可以少。Arnoldo 米粒清益生菌黄金奇异果配方，选择益生菌发酵大厂生产，该厂拥有 ISO 22000 MP HACCP 等国际食品安全管理系统，且成品经过多项第三公证单位检验，确认产品品质安全。守护健康，日常生活多管齐下。守护健康，除了适当补充保健食品外，如何在生活上驻守，从日常习惯中打好健康基础，也是现代人的重要课题。建议平时应养成摄取均衡饮食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以及适度的运动的习惯，多管齐下。消化道顺畅，百病不来。然而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饮食不正常，容易造成细菌丛生态失衡，产生各种不适的情况。因此适当补充好菌，对维持健康有好处。其中像是益生菌就是良好的后援部队，但是只有益生菌还不够，聪明搭配能帮助益生菌生长的营养素益菌生更是关键。只有益生菌还不够，益菌生能供给益生菌营养。一般的市售益生菌
多数都是强调专利菌的多寡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要让益生菌发挥好菌妙用，益菌生则扮演住关键角色。提到维持消化道健康，光补充益生菌还不够。要让益生菌好好存活，更要需要益菌生负责供给营养与能量给益生菌。但什么是益菌生呢？其实益菌生主要来自一些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营养素，如膳食纤维、木寡糖与难消化糊精、啤酒酵母等。适量补充能帮助益生菌的生长，抑制坏菌数量，维持良好的消化道机能。好的益生菌产品怎么选？三大要诀报你知。想要改变细菌丛生态，使排便顺畅，益生菌、益菌生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好拍档，缺一不可。但是市面上宣称能维持消化道机能的产品琳琅满目，应该如何谨慎选择呢？以下三大指标教你聪明选择。指标一，选择使用本土专利菌株品牌。益生菌产品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的大量激增，无论大小厂接触益生菌产品，但其实益生菌是否有专利及本土来源的益生菌是第一要点。有专利代表菌株经过临床实验证实有效，如选择本土来源的菌株，更是最适合台湾人体质的益生菌。举例来说，优活原力所推出的 iOil 米粒清益生菌黄金奇异果配方，选择的三大专利益生菌菌株包括 LP28 植物乳杆菌、 LDL114 乳酸乳杆菌、 LA27 瑞士乳杆菌，外皆来自台湾益生菌发酵大厂，并且经过实验确认成效才能够申请到专利。指标二，挑选多样化的益生菌菌种及益菌生。消化道拥有非常多样化的菌种及菌数，因此在补充益生菌产品时，建议挑选多样化的益生菌菌种及多种的益菌生。例如 iOil 米粒清益生菌黄金奇异果配方，除了内含有三大专利益生菌菌株，此外还有17种优良菌株、八大酵素以及三种益菌生，包括 Fibrosol 二难消化性麦芽糊精、木寡糖以及奇异果粉。其中 Lifoff 专利黄金奇异果粉原料使用纽西兰知名大厂奇异果，拥有六项机能性专利。使用冻前技术磨粉制成，能保留奇异果果肉中的维生素 C、E 等健康元素，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，
能帮助改变人体细菌丛生态。此外，添加深海矿物质铁、镁、钙等80种天然微量元素，也有助促进身体新陈代谢，调节生理机能。指标三，是否通过多项安全检验认证。是否选择值得信赖工厂生产的益生菌产品也相当重要。工厂需拥有国际品质认证，例如 ISO 22000、HACCP 等，且成品第三方的安全检验认证不可以少。Arnoldo 米粒清益生菌黄金奇异果配方，选择益生菌发酵大厂生产，该厂拥有 ISO 22000、MP、HACCP 等国际食品安全管理系统，且成品经过多项第三公证单位检验，确认产品品质安全。守护健康，日常生活多管齐下。守护健康，除了适当补充保健食品外，如何在生活上驻守，从日常习惯中打好健康基础，也是现代人的重要课题。建议平时应养成摄取均衡饮食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以及适度的运动的习惯，多管齐下。